而美国市场上有许多的保险理财产品，不仅让新移民选择困难，甚至错失良机，无法选到最适合的产品。因此呢，南加州的互惠财富宣布了9月9号起，在尔湾还有圣马利诺举办2场精品课程，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了。透过与全球前十强的金融保险公司多年来的紧密合作，互惠财富保险集团宣布开办2场专业讲座，目标帮助新移民打造全方位的保险理财规划，帮助实现美国梦，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保险产品一一展现在您面前。在以前呢，这些内容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么系统的向公众客户介绍过，很多专业的理财师也没有这么全局化的视野。现在我们把精心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向大家公开，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主流的保险理财产品有哪些。不止课程上针对新移民规划，互惠财富集团不止有在华人比佛利山庄之称的圣马利诺市设有办公室，针对新移民众多的尔湾也启动了全新办公室，扩大服务华人。这些精品课程将为大家详细地分析金融保险公司的运作模式，让大家看一看保险公司除了收保费，究竟有没有给客户赔钱，看一看在美国买保险究竟能不能起到保障的作用，会为大家展示为什么保险公司的收益比银行高这么多，保险公司承诺的高收益又是怎么做到的，如何把一份份深奥难懂的金融产品翻译成中文资料，并且由华裔专员深入浅出的讲解。互惠财富也力求把最新最好的分享给新移民。美国的各项金融保险产品都是非常先进的，那很多人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想要用这一系列的精品课程来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和了解在美国应该怎么做好家庭财务规划。南加州2场精品课程9月9日周六下午2点在圣马利诺市互惠财富总部举办，而另一场是9月16号周六下午2点在尔湾办公室。观众查询更多讯息，欢迎上互惠财富集团官网。东森新闻李宗尧、杨平俊洛杉矶采访报道。